汇丰 K 三人联手守擂，大门上场全程高能。兄弟们，来欣赏一个精彩对决哈！汇 K 丰这三人联手，这你敢信啊？这不是随便拿捏对手吗？是不是啊？我们直接进入到第二个角色啊，第二个角色操控的这个是叶枫啊。之所以第一个角色不看，是前面打得太墨迹了哈，不过后面的话确实很精彩，这波闪现用得很妙。胖老的在地 AB 泽，好，得的是一个前面直接打中，没了，有一个穿三反三的局，老 K 大门又上来了。说真的哈，就是灰 K 风这三个人啊，那联手的话有点欺负人了哈。哎呀，漂亮，这一波下盘掏到之后带入白光，好空防，蓝金山。这谁顶得住啊，是吧？三个人联手，不过也要磨合的哈。好，一脚，哎呀，这波按错了，跑抓，怎么会按成一个轻脚呢？真的是哈。这难道不是过去跑抓吗？很刺激，很惊险啊！头上扶正。好快的头上斧啊！哎，你看，又是一个预判的头上斧。然后说真的，这波晕的有点快了啊。这大门气势好足啊！阿明很少吃头上斧，很少吃蓝之山的哈，这下吃架招，这一波没办法，这个蓝之山。冲过来之后，突然下逼，再一次拦着山，太强硬，太霸道了哈！很少吃拦着山的，一上来就吃了两个拦着山，牛逼哈！好，关注修修，不易走丢。